起来，三星。哎，这个顶顶顶顶顶顶，哎！我们直接玩盲僧吧，是吗？娱乐的，给什么玩什么。我直接三神龙两分爆，爆个法爆，我整盲僧了，给什么玩什么，整什么侠，什么牌都没有，什么熬心侠，不要想吃鸡，好吧，我吃个烂粉，一天比较没吃个烂粉就行，两星盲僧够吃两分了，我不想三星，好吧，我没想过三星的事儿，一定要连胜，越是针对你的系统制裁局，越是要连胜，真的，我这把看到了连胜的希望。嗯，我拿不到大棒怎么办？我合个无尽拿不到大棒怎么办？先卖三轮，我想的是，然后直接法爆无尽。我是这样想的，我先卖三轮血，然后直接拿个法爆无尽，然后开始转连胜。所以我不想摇将军。我还有没有别的选项？这个装备没什么别的选项，只能玩刺客。神龙尊者转潘多拉。我决定潘多拉了。给了，给了，来吧。狗烂命要什么尊者转，兄弟？你搞清楚，这是狗烂命。狗烂命要什么尊者转？九神龙，你还想上九？两星盲僧都不一定给你，你还想上九？能赢吗，兄弟？想赢不了啊！赢不了，我不就得卖了吗？变好点，兄弟，法爆啊！这个来个寒冰，这个上去三御龙，九神龙也没用啊，兄弟，九神龙有什么用啊？九神龙现在高分局在玩，九神龙都不会去开它的，都是六神龙拼五费卡，九神龙有什么用啊？理解更新了，我在狗熊那里说九神龙很强，那是因为是那个版本的狗熊，那个版本的狗熊血量加成特别高，现在削过的，你玩。乌鸦也好，狗熊也好，九神龙其实不如拼五倍抗。又是连败开啊！我已经很尽力了，兄弟，你这样都给我连败开，你太搞了！拿个铲子给个刺转，我直接玩拉夫去了，有点机会。其实我刚想说挺高的，确实。我仔细一想，我全一星装备也不对，哪里高？确实该输。打这种可以赢的，打这种弱智可以赢的。遇到刚才那些有两星的装备对的，我肯定是要输的。打这种弱智，你看啊，也输了，连弱智都不如。什么？我连弱智都不如？凭什么我连弱智都不如？我不能接受，真的。养蛤人很弱的，养蛤人在高分局想打连胜，你不五连败就挺好的。除非你有那个炉灯啊，炉灯三法才有效的。飞鸟啊，可以往这边转。我想要盲僧，我想要盲僧。你别说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变这个。算了，要飞鸟，那我要潘多拉干嘛呀？我自己打了波三连败，那我现在要把御龙卖，再给我个御龙好不好？行行，可以，完美完美，很不错。下错了，三御龙，真六神龙尊者。三御龙法爆无尽盲僧，然后妮蔻当灼炭，就这样。下一波来个风暴之眼，我要个回血啊，是吧？我现在要个回血，我抗药了，反正我现在谁也没用。嘿嘿，去你！我想好的连胜呢。坏了，这盲僧在我手里怎么这么不智能？刚那个盲僧踢我侠不是很准的吗？打了破五连败，兄弟们，哎，去！牛的，来个大剑，一只侠，果然不出所料啊，不会给你第二只的。我地空了，如果是一只瞎子，我实在不行，我跑狗熊，跑乌鸦，跑狗熊好一点，重合度高一点，好跑。
七十血六连败。快出快出，两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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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帅呀，兄弟！会这样有点low，这样有点low，下了一堆五块钱。我还能抢人家狗熊的牌，还挺好的。说真的，我说不定能再养一只狗熊，装备随个狗熊能用的，我说不定还能再养一个狗熊。哦，这把很舒服，这把舒服了，兄弟们，这把能活，这把能往第四想一想。我缺个回血，挺重要的，他要被秒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不上六尊者的原因，因为没回血。空踢了，没回血，我一定要有后排这些东西打输出，不然会输，死了就会输。那我把它拿了，羊刀，先要随个银血。你别说，我乌鸦挺多的，不用跑乌鸦，乌鸦当个副 C。我们现在的初步阵容是七人口。六神龙，三玉龙，然后这个 Nico 主 C， 那这些东西很能打。我前排这个盲僧倒完以后，这些东西很能打，因为我全两星，这波六人口没白花钱。但你如果上六神龙，你这波六人口就白花钱，就递了个两星盲僧，质量是不够的，装备是有点少，要不给个窃贼手套先用一下吧，保一波连胜。对，就替他这个。不是很好，这个角度不如不调。刚刚看到一下弹幕，站位调一下，调一下烂了。坏了，不会输的吧？三打一不至于吧？这就是上这些东西的意义。大剑啊，大哥，你在干什么？我随了一整个阶段的大剑没来过，你不会不给我爆吧？重铸器有单用，两星，两星先用着。其实。给他吗？这应该给佐伊，算先不给，我要把这个卖了。掷骰狂人，这不熬熬熬拿吗？三星了呀，是不是啊？嗷嗷拿呀！神龙尊者风暴龙，神龙尊者精灵龙传奇半圣，神龙尊者怒意幻心，玉龙，玉龙和神龙尊者随这个好一点，随这个好一点。我你，你给这么多玉龙啊？哦哟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应该随这个的，是的是，我搞错了，他风暴龙两个羁绊。我贪 Nico 的，哎，我应该随盲僧的，哎，我失误，我失误，是的，是我的问题，贪个两星 Nico， 贪那个两星 Nico， 想着反正都会给，至少给两张就行了，给个一两张就够了，能尬住。十奥玉要不要？先拿着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没有他位子。不要啥都想要，
哎呦，大哥！在这里等我呢。我以为今天怎么好像要吃分的样子，原来你让我浪个城，浪个财，海克斯啊！我不敢用了呀，两个骰子一只没有，彩色海克斯浪一个，我还能吃分的，这哪乱用了？我第二下是乱用吗？第一下先不说，其实也有概率出的，应该出 Nico 和那个盲僧，其中至少要有一个，对吧？这过分吗？我骰他神龙尊者御龙，Nico 盲僧出一个过分吗？不出也就算了。我第二下骰盲僧有问题吗，兄弟们？我第二下骰盲僧有什么问题啊？好好好，嘴硬嘴硬嘴硬，嘴硬嘴硬，错了错了错了，兄弟们，给你们磕一个啊！我是个废物。这其实阿北不明白啊，就是一定是主播认错才是对的。你怎么不让发牌员认错呢？哟，你来的挺好啊，兄弟，可以上两分吧？我不想上，因为我想贪那个，贪两点回血，要准备烂分了，兄弟们。锁子哥开 C 呀、啊，这东西眼瞅着是不行了呀，给锁子哥找点装备。锁子哥准备开 C，我下一波拿什么？下一波就是拿那个五件装备的那种，就散件加成装加起来五件，没有钱的那种。这是我下一个的方向，锁子哥。完了，这盲僧要被收了。霞是真变态，已经自知打不过了，所以我上奶妈开始回血。兄弟们，这叫自知之明啊！四件，我算一下啊，一件、两件、三件，正正好，加了卸载器，可以要。要了。反甲先合一个，对吗？然后你先卖。兄弟们来了，那等会再等刷新吧，再等刷新一下。锁子要给他个火炮吗？还是先给个这个吧？这个一定有用。闪亚锁，哎，那个闪亚锁的能不能把它封了？兄弟们，那是嫌我死的不够快是吗？是觉得我56血有点多是吧？来了啊！好、哦、帅！那这波地下去不得有了？呸！我不应该说话的。这波地下去没有，好了，好吧，不太可能能有的，我觉得。你大爷！还有狗命，我就得把他们烂死。能不能出？我有没有可能开九神龙啊？没可能吧，这东西卖了好吧。要么就侠，两星侠加，两星侠加他换这个，他换狗熊两星侠，然后形成多 C 位，确实可行这样。就你叫熬心啊啊！就你叫熬心，哎，没踢死，不行不行，熬心熬心熬心，你是有点牛逼。就你叫熬、哦、叫叫叫叫叫叫，怎么还没踢死啊？伤害呢？就你，滴答，哎呦，就你叫奶妈呀！就你叫奶妈呀！就你100血啊！银血，哎，我这个银血比正义好一点。银血比正义好一点，然后你们两个接着随，我给他合成的随，好吧，什么时候随到能用的就用，就这样，他合成的随，哎，就你一星侠，
就你敢打我盲僧主意啊？啊，兄弟，玩这东西一定要那个的，一定要潘多拉的，没潘多拉玩不了的。乌鸦的大天使是有强度的，你别看，你看乌鸦打1500第二输出，我还想给他拿个羊刀呢。我就给他拿个羊刀，我就给他养个羊刀，真的，我就给他拿个羊刀。羊刀大天使乌鸦开碟，圣杯，伏击，你别说，他变他怎么样？4000血，对他得变他，那怎么个战法？谁来吃呢？这个圣杯，给狗熊应该没问题，先给。这乌鸦站上去人没了呀，这乌鸦能追3的，你不要看我现在数量少，等会就多了。打刺客当然是打不了，但是盲僧拖住的情况下打其他人他很猛的。好踢，就你奥拉夫，哎呦插一刀当帅，你别说真有可能能赢，两个麻瓜而已，怕这两个东西担心什么时候啊，快6-1了兄弟，累了前二了，这把前二了。冰心那个拉夫有没有那个没事、拉夫多少血，拉夫30血，没有多少血，要么冰心亚索让他往里面滑，我想一下啊，可以的，其实可以，就冰心亚索。就你叫敖星，就你在那边滋尿是吧？哎呦，双圣杯，有搞头啊！妮蔻是不可能追三吧？首先，我们先达成一个共识啊，兄弟们。首先，妮蔻是不可能追三的，对吧？这个没问题吧？乌鸦是要追的，两件装备，对吧？狗熊可追可不追的，妮蔻是不可能三的，我觉得没有理由去追一个人在哪儿？首先要上九卡经济，狗熊也可走，乌鸦都可以走，乌鸦是最好追一下，追不了算了，滚！这波打侠，我们找个角度啊，现在要开始踢了，兄弟们。嘿嘿，没想到吧？你跑，我直接一脚踢你脸上。哎，兄弟，听说你跑得很快，还想吹我？蹦！哎呀，怎么不踹过去啊？怎么样能触发那个踹过去的？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就你在那边点，哎，死，好死，还想阴我，后手零分，我直接放你面前，就你叫难刀，靠，牛批啊，失分了，下波打他，就这样，你随便起，我就站中间。来嘛，听说你三星，提他三星，哎，这个顶，哎，我上人口能上什么？兄弟，帮我看看，圣是吧？格斗家、狂人战士。甚故技重施啊，嘿嘿，敖星是吧？你敖星是吧？没事，蛙是踢不死的，敖星没血了，不要慌兄弟们，他这一脚全死，哎，没事，影响不大，就你敖星是吧？第四血的那个被斩了10000多伤，你敢不敢不拿这个吹风？怂的很。转职不要了，给亚索找个蓝 buff。我上什么？格斗家先开一个。
打侠我感觉就这样就可以了，打侠就不动了，这一脚踹过去就完事了。你这不给我充电吗？你这不是越充死的越快吗？你下面那些人踢踢踢，好像不是，快打死他，打死他，亚索划划划他，坏坏坏，不妙了不妙了，情况不对，要不我们格斗也不要了，开始狗命了，怎么样兄弟们？这波还踢不死你，你在做梦是吧？刚才是奥恩给你控了一手，运气好，你波波运气这么好啊？哎，帅，四，锁一轮吧，两星奶吗？特别是我打敖星，我很有可能是打敖星，我打敖星，敖星奶的时候我奶一口很好用，锁了。吹不到，找侠找侠，智能一点，对，往后撤往后撤，兄弟空踢了是吧？没事没事，我可以原谅你的空踢，帅，就这就这全收，好强啊，吃了。给他先看一下，哎，换乱了啊！我换乱了，完了，出事了啊！不过他也没动，我抓到了东西，抓错东西了，这波有点瑕疵，有点瑕疵，但好像影响坏了，影响很大。哎，浪机是吗？抓错东西了。我想想啊，这波其实其实就这样就好了，踢那个塞拉斯往里面踹就好了，其实。这波的龙错掉的不应该啊，还好我奶妈回了血，对，往里面踹就好了，也不是很好啊，他强度好高啊，突然之间无敌的强，完了，哦，我操，我真打不过他，大成熬星，他刚才是不是一星熬星啊？这波对位已经没问题了。不过瞎子这个阵容到后期是一个烂分阵哦，他开高密了，三密数，刚才是一星熬星对吧？一星熬星，现在两星熬星加三密，提升有点大，我秒不掉人了。